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好。那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年在新北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活动，一个是万人的新式战斗的一个筛检。那我们知道新式战斗它其实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会造成中风的风险增加。那我们特别谢谢达尔跟德威公司来捐赠手持式的心电图监测器，总共筛检了2750人，我想这个对民众有很大的帮忙。马偕医院特别配合政府卫生部的活动来做ACE 的一个计划，自主权利法让我们病人在他末期的时候能够有自主决定他是否要接受怎样的治疗然后得到一个善终的权利。那我们也特别谢谢同仁的努力，在马这边总共有1144位签署预立医疗医嘱，这是我们全国第一的表现。那也希望我们在末期的五大类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在我们的社区健康的活动这边，我们也非常努力的来预防减缓失能的一个成效。我们明年也会持续的努力希望我们在社区的发展健康的照顾做得更好，然后来照顾民众，也回馈我们的乡亲。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谢谢马偕医院，从最早之前健康的这个社区照顾到现在的健康促进，包括公共卫生，还有包括这延缓失智、延缓老化的服务等等，对地方、对北海岸照顾。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
来，走，来，来，这种上不去。对呀，棒哦。